好，今天跟各位开箱这个 Cube 便当过这个商品。那很明显大家知道这是爆炸骰嘛，就以前那种爆炸骰的版本，它把它放大成魔方便当过。那它的效果呢，就是给观众看一下，四面魔方看一下，看完之后呢，什么盘跟手指啊，四个魔法棒啊，瞬间呢它就会变成就是全部都是牛奶糖糖果这个状态。那糖果你就自己可以设定成五花八门不同颜色糖果、软糖啊之类的，然后就给小朋友吃。就是舞台版本的爆炸骰啊，可以这么说啦，就是一个过场的一个魔术的效果这样子。那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就是跟我网站上面加一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